一家任何一个影片，点下点进去，然后到左侧字幕记录，先选择语言，确认。日文，好，然后新增语言，选一个你要的，然后新增，把你要的文字一样贴过来，转成简体。转成简体，然后发布。OK， 这样就多了一个简体中文。新增语言，选一个简体。新增。贴上。然后把它转成简体。2020大选局势还有变数，蓝绿对决，巴哈都甚至四大天王之争，小英都稳住阵脚。OK， 就多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这个是自己跑出来的。2020大选，国民党似乎又将会掀起一阵的风暴，因为现在传出了郭台铭将会以报备参选的方式，在不脱党籍的前提之下来直接参选。毕竟这在国民党中其实都是有潜力的，最后还是。